哎，我真没觉得有多难啊，真的是，说实话，你就是强行给自己加戏就行了。不一定非得推到黄点是最好的力度，我感觉。就有时候你要是有风向的话，它并不会落到你那个黄点那个力度那个最后那一点，它可以给你吹跑了，或者是你挂在那儿。我感觉啊，我一般都会在黄点之前就推出去，很少推100%。你这个推100%的能力是真强！我一局打9洞，我也就推个2、3个100%。是不是出去了？是不是出去了？我跟你说。不听我的话，根本就。我也出去了，我这还好好调了调。轻点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6666，7777，8888，9999。这一栋福哥应该赢了。打进去，打进去，打进去！我请你吃饭。Nice 啊！我请你吃 Shake Shack。你确定啊？标准杆36杆，你打了57杆。牛逼牛逼！